来，黑板上的方法再记一次，记起来，只有这五种哎，只有这五种哎，记起来，所以就是线山田门指甲，线山田门指甲，线那么大，线那么大，所以是用什么平方公里？山那么大，山那么大，山那么大呢？山也很大，听得懂吗？那我问你，线比较大还是山？线，所以线是平方公里，山是公顷，田是公亩，门是平方公尺，门是平方公尺，门是平方公尺。你看那个门，其实这个已经超过一平方公尺了。因为你要这个一公尺嘛，一公尺大概这样子而已，一公尺一公尺这样子，然后高也宽也一公尺，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么大小，大概就是在这里啦，一公尺一公尺大概就这么大，这样子就是一平方公尺，所以大概跟那个门差不多，那个厕所的门会哈会哈，所以门是平方公尺，指甲是平方公尺，门是平方公尺，指甲是平方公尺。对，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呢，如果我身上有如果有一张一千块，一千块的钞票，对不对？一千块上面有什么动物？一千块呢？有四个，哎，四个小朋友嘛，有四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背面是那个玉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两千块有那个樱花公文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五百块就是一群那个打棒球的。有没有一群打棒球的，然后好像还有梅花鹿，对不对？五百块好像有梅花鹿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还 有那个鸡的是什么啊？有一南台湾蓝雀啊，那是一千块的嘛。啊，所以我请问你的，我拿一张一千块一千块一千块去便商店换成一块钱，你觉得要换几个？要一千个，哎，要一千个，哎，要一千个一块钱，哎。那请问你了，我一张一千块，你一千个一块，谁比较有钱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所以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啊，所以一张一千，一千个一块，一张一千元大钞跟你一千个一块是一样多的，懂不懂？所以我可以换成你，你可以换成我，那所以我请问你了，大钱换小钱，大钞票嘛，大钱换小钱，数量会怎样？数量会变多，所以要乘一张换成一千个嘛，一张换成一千个嘛，听得懂吗？钱一样多，一样多，一样多钱，可是数量已经变了，因为你的钞这个是钞票，这个是硬币嘛，这是钞票，这是懂还是不懂？懂不懂？所以大钱换小钱，数量变多，懂不懂？那所以我请问你了，你看大的换成小的，用乘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大钱换小钱，数量变多乘的？大钱换小钱，有没有数量变多用乘的？大钱换小钱，数量变多用乘的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所以记起来，记起来，线山田门指甲，线山田门指甲，往这边，往这边都是乘乘乘乘乘，会不会？会哈。变多变多，记起来哦，都乘哦。那返回去咧，对，你就要开始收集了嘛，收集收集收集，就开始有没有？这里有一堆一块钱，那你就要开始把它堆成，开始数数数啊，数一百元，一百个换一张钞票一百元，再数一百个开始收集，再数一百个开始收集，再数一百个收集，再数一百个收集，所以你就可以换成一百、两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，所以用收集的时候用除，懂不懂？所以过来是用乘，回去是用除，到底懂不懂？懂哈。那我请问你来，来算算看哦。来，请问你，如果这里是三平方公里，公顷呢？三百。那我问你，这个大还是这个大？一样大。是一样大，一样大，只是一个是大钱，一个是小钱。这是这边是钞票，这边是硬币，懂不懂？可是是一样多的，可以买一样多的东西，懂不懂？懂哈，啊，再来呢，再换过来，再乘一百，三万才对。好，再乘一百，百万。那我问你呢，跟从这里直接换到这里有没有？一样。三乘以一千，3000。再乘一千，还是六个零一样啊。懂还是不懂？懂。确定懂了哈，确定懂了。好 ，OK， 这边没问题。
来，哎，你们回家订正了没？还没哦。好，来，我想上新的，要不然会来不及。我看哦，我看到第几？来，61页。不用翻开课本，课本放抽屉了。昨天都已经做过了啦，只是在帮我复习而已啦。来。哪边大？公顷大。来，所以呢，公顷换到平方公尺，公顷要先换，公顷要先换。哦，我要重写了。平方公里，再来是公顷，线三田门指甲。我嘴巴虽然背线三田门指甲，可是我手里面写的是单位哦，懂不懂？我讲线三田门指甲 是形容它的大小，是形容它的大小，可是我手里面写的是什么？是真正的单位哦，所以 我口是心非哦，所以线三田门指甲，线三田门指甲，线三田门指甲，所以来看看了来，公顷在这里啊，哎，我要报平方公尺啊，所以呢？乘100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乘100乘100？可是我现在是要从这边回去，除100。对啊，所以这边要变过来，变成除100。来，换下一题，换下一题。公母在这里啊，哎，先找大的。公顷，公顷在这里啊，要变成公母，乘100。哎，可是现在是返回去，100。对，这里是除100。好，来下一题，公顷在这里啊，要找公母呢？再找平方公尺呢？乘100。对，所以这里是乘100，乘100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。好，开始要问了咯。再来下一题，来从你开始，庭轩。公母换平方公尺乘一百，换回来。对，除100。好，会哈。会。一个一个问过去咯，不差咯。再来，刚刚到哪里？65了。来，再来，佩奇。啊，糟糕，这题麻烦。这题，来65题，换你。你要先改，你要先改这个，你要把它变成9+0.3，然后呢？这里9，再来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其他同学帮他乘100嘛，因为公顷换公母，所以要乘100，所以变成30。会还是不会？会哈，会哈。所以记起来哦，九公顷加0.3公顷加起来还是叫公顷，人跟人出来是人嘛，所以九公顷加0.3公顷加起来就是9.3公顷，一定要同单位加完才会是同单位，懂不懂？懂吼？啊，柠檬加绿茶叫什么？那对啊，所以已经变味啦，懂不懂？所以记起来，一定要公顷加公顷才是什么公顷啊？所以这个九。完整的完整整数就是指完整啊，所以就是9公顷，懂不懂？不用变，懂不懂？懂吼。啊，0.3呢？公顷要换公母，要乘100。对，好，收工。下一题，66题，66题来，换你了。先改，哎，不用不用改，直接算了。公母念出来，你要从什么换什么？啊？你从什么换什么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！你已经昨天写一大堆，刚刚也练完方法了，你还不够快。公母换平方公尺，练出来去找，乘一百，对，乘一百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那公顷呢？你要从谁换谁？要先去想，
你是要从这里换成这里，还是从这里去换成这里？啊，对，除一百，会不会？公顷在这里嘛？问公顷，问公顷，问公顷在这里嘛？你要去找接近它的、啊，那是不是公母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从这边换回来，所以是尺五一百，会不会了？会哦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哎，换你。除一百，再来，公母换公顷，所以再除一百。注意看了，因为公顷换公母，线里面，哎，山里面有几座田嘛，所以乘一百嘛，啊，所以换回来就除一百。课本放抽屉，再来，再来，公母换，嘿，田里面铺几片门，所以乘一百呗，所以算回来。除一百，会了哈，所以你要念念看什么换什么，什么换什么，什么换什么，要念念看哦，要不然很容易错，知道为什么容易错吗？你们常常会把乘搞成除，除搞成乘，你们昨天写自己就知道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知道哈，哎、再来嘞，还有什么？你们在算的时候，有时候多一个零，少一个零，听懂哈？哎、所以你们进退位的时候就错啦、啊，懂不懂？什么会错在什么地方？乘弄成除，除搞错成乘，你们乘跟除会搞混，懂不懂？再来咧，零太多个了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多一个零，有时候少一个零，会不会了？会了，所以记起来。再来换第几？六十八了，六十八，六十八，换谁了？换你。哎，什么换什么？平方公尺换公母，然后。除一百，其他同学帮我检查，再来，公母换公顷，好顺哦，因为公顷换公母乘以一百，所以换回来是除。那这边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第几？六十八平方公里。再来呢？除一百，好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哦。平方公里，平方公里换成公顷，县里面几座山乘一百，所以换回来除一百。山里面几座田，几块钱一百，所以那换回来除一百。这样，田里面几片门乘一百，所以换回来除一百。对，它完全正确。好，很熟。再来换下一题，换谁了？你，宜君。公顷换公母乘一百，公母换平方公尺乘一百。对，没错。再来，再来换你。乘一百，对，再来，公顷换公母，乘一百，再来，公母换平方公尺，再乘一百，对，来，换你，公母换公顷，除一百，对，再来，换你，哎，不是，还没，公顷换平方公，哎，不对，不应该从公顷，对，要从公母，因为它比较接近，好，所以公母换平方公尺。乘一百，对，乘一百，对，会了哈，会了哈，再来换你，平方公尺换公母，对，除一百，再来，公母换公顷，除一百，会了吗？会了哈，后面同学已经顺了哦，他们那一排很顺，好，接着换，哎，到家了哈，等我，我擦掉，我已经到七十几了，七十二万，七十三。七十三，七十三，七十三，来，到家，公顷换公母，乘一百，对，再来，公母换平方公尺，乘一百，对，再来，平方尺换平方公分，错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为什么要乘两次？对，长跟宽都要换，听得懂吗？懂齁，平方就是表示两个长度，一个叫长，一个叫宽，长乘以宽才叫面积啊，懂不懂？懂齁，所以是两个长度换，懂不懂？所以要乘一百，乘一百，再来换你，九允，来，平方公里换公顷，乘一百，对，再来，公顷换公母，乘一百，再来，公母换平方公尺，乘一百，对，再来换你。哇，你的麻烦，你的麻烦，
好，他身上有带钞票，也有带零钱呢，他有两种呢，啊，所以现在变成只有一种呢，变公顷呢，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你直接算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直接算了。6.2 错，6.02，6.02，所以这里有整数六，这里也有整数六，没有变啦、啊。这个是台币嘛，这个是美金嘛，懂不懂啊？现在只有台币嘛，所以你要把美金换回来，什么台币嘛，所以你只要换这个公母不一样的就好啦。啊，公母换公顷怎么办？除一百嘛，啊，所以除一百等于0.02，那、啊、再加起来不就好了？会了，来再来换公母呢？你还没有完，多少？我说你直接算，换公母，602，你怎么算？谁动手脚？你一直在搞混呢，认真认真看，你们都不看题目的，换谁？二公母啊，二公母你要换什么？我要的就是公母，你还换二公母？公顷换公母怎么办？你这个没背熟啦，太慢了啦。公顷换公母，公顷要我念到什么单位，你就要马上去想它是什么大小。公顷是什么？山啊，山那么大，山里面有田地耶，懂不懂？所以山换田，所以乘100，所以等于600，600加2，会了，会了齁。来，云芬，下一个，来公母，换他，乘100，再来换公顷，啊？哎，直接从公母来比较快，所以除100，会不会？会哈，再来换那个谁，思雨，乘公顷换公母，对，乘100，再来公母换平方公尺，乘100，再来平方公尺换平方公分，对，乘100，再乘100，会了吗？会了哈，好，再来77完了，78，换谁了？换前面那一排了，云龙。刚好你们三个，来，云龙报，平方公尺换公母，除100，再来，公顷，除100，好，再来旁边，刘轩，公母换平方公里，啊？他说什么？对。没错，先换公顷，它比较接近，所以呢，除100，然后呢，再从公顷换成，所以再，对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吼，好，要先换接近的哦。再来下一个，换你，于婷，乘100，再来，乘100，再来，乘100平方公尺。平方公尺，会了哈。好，这边你会，长，再来换谁？换六个人。好，你们六个每人讲两题。啊，都不多。来，你先。来，功德先。啊？除一千块八了，你除一千。平方公里除平方公尺，我这都还留着给你哎。啊，对嘛，乘一千，好，再来下一个，公顷换平方公尺，换到门去，三换到门去，公顷在这里，平方公尺在这里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对啊，乘一百啊，再来换你，再来。怎么算？然后
因为他不熟啊。再来，再一题。你看，真的出问题。哎，我还留这个给你看呢，如果没这个你怎么办？拜托你，你要把这个东西刻在你的脑袋里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线山前门指甲没，就是换线山前门指甲，然后波浪，换来换去换五个而已啊，一二三四五才五种方法而已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出一百，出一百，好。大家还要不要再给他？大家觉得他熟了没？大家觉得他熟了没？不熟。啊，不熟。好，所以债主是他们哦，你的仇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来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除一百对吗？对了哈，好，因为田里面几片门，一百，对，返回来除一百对，好，再来换你，郭请换公母哦，简单，啊，郭请换公母，乘一百嘛，郭请换公母乘一百，好，八十五了，我擦掉，后面比较难，昨天后面有人错整排的，八十六，来，换你。头抬起来，简兆家，人家在想你，拜托要想，对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帮我检查，讲的对不对哦？乘一百，对，乘一百公顷，再乘一百变公母，对，好，这三题了吗？还没，好，再一题，来换过来，这简单，对，乘一百就好了。田县里面，县里面几座山，乘一百，好，再换你，错。啊，是啊、哦，好，你像，对，乘一千，乘一千，因为公里换公尺是乘一千啊，啊有平方啊，你要两个啊，乘一千，乘一千，再来，云静换，继续换你，公顷换公亩，对，乘一百，好，公亩换平方公尺，乘一百，这简单哦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换这个，这个再换这个，好简单哦。会哈，好，再来几题了，两题，还有一题，公顷换公亩，啊，乘一百，公亩换平方公尺，哦，又简单，好，会了哈，会了哈，好，再来换九十开，九十一开始，换核心，柔，对，心柔，九十一题，来，九十一题，这个简单。田里面几片门嘛，乘一百，再来下一个，简单，对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再来换下一题，又简单，又一模一样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对，好，再来换你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乘。除一百，除一百，都搞不清楚谁大谁小，这里是平方公尺，这是平方公分呢。这边大，这边小，哎，啊，所以你要你是把小钱换大钱，你就要收集啊，收集你就要除法啊，所以呢，除一百，除一百，再来还没完，还有平方公尺换公亩，除一百，除一百，乘来除，除一百哦，好，除一百，会了吗？会哦，好，再来，你几题了？你现在才几题？一题。一题哦。好，等我。九十五，换九十五。换九十五。来，九十五换你。来，九十五换你，来。从这边到这边。除一百，除一百。哎，对，除一百，除一百。再来，这边换公母。想清楚再讲，除一百，再来，换你，换过来，除一百，因为公尺换公分乘一百，所以换回来是除一百，有平方要两次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公尺换公分乘一百，公分换回来公尺除一百，公尺换公分，公分换公尺，
公尺换公分，公尺换公分，公尺换公分，公分换回来公尺，有平方，就要两次，懂吗？所以就要除一百，除一百，再来还没有完，换公顷。哎，对，因为除一百是换什么？除第一个是换公母，再除一个呢？我要换位置，那个你坐那边没在专心，你一直在写新的吗？好，注意眼前事就好。来，再来，还是你？对嘛，你就先找大的，先找大的，你先找大的，你就是从这边往这边找啦。所以先找公母换平方公尺，公母换平方公尺，所以是乘一百。可是现在是从这边返回来，所以是除一百啦。所以我的习惯，我的习惯，你不要背过来又背过去，这样太麻烦了。你永远永远都是先找大的。好，平方公里是线，它是三，所以它比较大，所以开始了，它换它乘一百，可是数字是在这边，所以换回来是除一百，这样子懂了吗？懂了，来换下一题，公顷换公母是乘一百，可是数字在这边，所以换回来是除一百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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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方公里换成公顷是乘一百，可是你现在换回来是除一百，这样懂了吗？我都是这样子记，我都是先找怎么乘怎么乘，再去除回来，懂不懂了？懂了齁。好，九十九了，对，再换第几？一百，剩几题？剩一题哦，啊，剩一题而已。好，剩一题，剩一题，来看了，先找大的，线换成公母。哦，这里，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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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从这边直接过来，来，公顷换公母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好，在平方公里换公顷，乘一百，乘一百，所以返回来，返回来就变成除一百，会了齁。